安心雅自己要出题了，各位宅男请看。嗨，我是安心雅，那我现在要出题了。我的问题是呢，我在模仿节目中呢没有模仿过哪个角色 ？A 是冯佳琪 ，B 是沈佳宜 ，C 是寇乃馨 ，D 是婚姻，请作答。年一哥，你那是 BO 哦 ，BD。D 反的啦，你的 D， 我现在听完全像都是 D 啦，是不是？为什么鲶鱼哥？因为 B， 我之前看到在 YouTube 看过 Ken 哥跟那个安心雅演过一段那个我们曾经追过那些女孩，然后 Ken 哥是演那个模仿过，他说没有，我是记得他 Ken 哥是演沈佳宜，哦，他又模仿演，我是演沈佳宜。那安心雅是演谁？他说是演柯震东。柯震东，那 D 你说没有婚姻哦？婚姻，他是婚姻不认识，所以我直接写。红旗虾里面还有红旗虾，他是富贵吧？正确答案是鲶鱼哥答对了。好，我们有影片解答，我们来看看安心雅自己怎么说。好，那我现在要来解答喽。答案是沈佳宜跟婚姻，我没有模仿过，因为呢，我模仿的是柯景腾。然后呢，在阿红旗虾里面呢，我模仿的是 QQQ 的富贵啊。下一题，请问。下图中哪一位是少女时代中润娥的腿？润娥，太难了吧？是哪一位？请看，润娥是谁啊？哎，你看过他们的宣传照的话，就可能知道他是。哎，有200块钱，大家争取一下。润娥的腿，润娥，润娥是谁？谁认识？我知道润娥是谁，可是我不知道她是哪种腿。刀，敌闪腿。为什么？神腿，亚洲第一神腿。你非常确定？亚洲第一，确定？哇，超乱笃定的，正确答案就是 D。来，太强了吧！我们看一下，好强哦！真的，来看一下，拿拿这张照片，宣传照。哦，对，就是打叉叉这一个，就是润娥。润娥呢，神腿厉害呢。来，答对的请举手，我们看一下。这题有2、4、5个人而已。好，接下来请问，这是200块钱的喽。请问哦，以下照片都是网络人气很高的正妹，写出他们的名字来。完了，怎么这么快？哇，太快了吧！哎，这我好，这这么快啊？这么快啊？有几个人？写出他们名字。慢一点吗？哇，太嗨了！好，快跑！就这样，三位看得出几个？有三个。好，来大飞。黄色衣服是林采缇，她叫 Sunny。哦，对对，林采缇。然后尤安是穿好像白色衣服，就是有点侧的那个。那是 FHN 拍的。然后剩下那个就是雨安了。Peter， 你直接写蛇姬。蛇姬。林采缇。姬还写错。犀牛跳战队。是。但我比较想要知道那个二少，你的答案是哪来的？哪来少女？就只是喜欢少女时代，就是真少女时代的粉丝啊！少女时代的名字你全写了。好，正确答案是，大家把答案板先立起来哈。正确答案就是有 Sunny， 对不对？林采缇、陈雨安跟孙友安，龟脸好厉害，给我丢人呵！好，答对的请举手。啊，就这两位了。接下来是我们的舞蹈题啦，我们要请这个西西，请出题。好，就这样。以请问一下，这个以下的刚刚这个舞蹈呢，是哪一位演唱人的哪一首歌？演唱人，对，100分。奶绿，胸有成竹。少女时代的 Taxi。少女时代的 Taxi。大部分人都是写这个少女时代的 Taxi。好，我们来看看西西的解答。写对少女时代的 Taxi 才算得分哈。嗯，对。好，接下来有请这个温妮帮我们出题。一样，这个舞蹈是哪位演唱人的哪首歌？跟那个音乐无关哦。演唱人跟哪首歌？拿出来，不会就算了，没关系啊。好，我们来看马太。
瑶瑶的爱的抱抱。哦，爱的抱抱是不是有吗？刚好没有这个动作。对啊，不一样。对，好，袁冰。因为这个我会跳，所以我知道是谁。你会跳？对。怎么跳？你待会你下来，你下来，袁冰你下来。好，请解答三位美女。也是要猜演唱人以及他的歌曲，请看。难猜啊！啊！作答。最低150分哦。小尾巴。应该。应该是瑶瑶的那个哈尼哈尼哈尼，这个就是副歌，这是副歌，是不是？那时候超爱跳的。好，其他没有作答就不算了哈。我们来看正确答案是，对。会弹哈，也不错啦，对，恭喜你们，恭喜各位得分的同学，答对了。好，我们先来看一下他们现在积分，积分数有没有真的是很高分？我们把板子来拿高一点，最厉害。大飞，大飞你有多少？大飞很高哦，1350啊。大飞1350，古斌的1160，然后奶绿有1040，袁斌有1000，所以现在破千分的有四位了，好不好？请这四位继续这个。袁冰也破，袁冰也破了，是不是？好，恭喜啦！接下来要来，是很厉害的题目。接下来呢，这个要考验大家这个要快答抢分时间喽，各位。我们等一下呢，我们会播一些这个照片，但是马赛克会越来越清楚。但同时呢，我们会这个从200分开始倒数，每3秒呢会减10分。那你们只要先抢答的那个人，然后答对的话，就会有那个得到的分数，好吗？这样有听懂吗？每3秒会减50分哦，减50哦，减50分。好，从模糊的马赛克，因为一开始200嘛，再过3秒就变150了，这样懂了哈。好，抢答抢答哈，抢答哦，抢答，举手喊停，这样子哈。好，好来，首先来第一题，请出，开始，一、二、三，150，停。好，有人二少。应该是那个答错会倒扣哦，答错会倒扣。没有啦，你赶快答。那个 A 瑶姐妹的瑶瑶，错错。继续继续。一好听，谁？剩100，叫强尼。吴雅欣，吴雅欣剩100了，正确答案就是吴雅欣，恭喜得到100元。哇，强耶！强耶！我觉得强哥好。接下来第二题，请出。开始，一、二，我先举手。三、150，大飞，该不会是林采缇吧？不是，不是，我也记得，错。来继续，好，小胖，那个王思平，王思平，王思平，正确答案，我们看到的就是王思平。哇，有100分，小胖。我有在看，我有在看，我看衣服的。蛮厉害的，接下来第三题，请注意看。哇！一、二、150。好，来刀。周伟彤，不是周伟彤，答错，答错，不是不是，请继续。剩100喽，一、剩100、二、三、50。剩100，好来给一个。谢金燕，什么谢？谢金燕。马太，马太，马太有。马太，马太。坐下来回答。潘慧茹，潘慧茹，正确答案50块。这一期我有买，这一期有买。